对。刚刚他们都录得很开心，结果我没录到。是我朋友的歌。哎，怎么查一查，从眼睛流血啊？是吧？鼻子吧？鼻子流下来。那个是刚刚插过去，它针一半卡在里面，哦，那所以刚刚又把它捅过去。哦，啊，你现在是有视讯，所以不能哭，对不对？哎哎，可能手过来一点。你想打喷嚏要不要？我装上去就好了，不装会痛吗？你要试的，还是试了跟着过去而已。有做起来就好啊！开直播，没有啊？你没有看？啊，我的那所以真的这个吃下去会哭出来就对了，爆哭的那种。因为那个你没办法控制啊，那内线的话是被自律神经的，被自主神经，你没办法看不出来。你看，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。你抬高是看不出来，你看。对，抬高真的看不出来。因为长的位置一般人看不太到。你看，长一长，长到忘记自己而已。你看，我们就是帮客人穿鼻中隔，你这样藏进去是看不到杆子的。你有鼻管的话就很好笑，就藏进去的鼻屎晶晶的东西在那边，那都很好笑。然后戴黑色，又像脏脏的鼻屎，千万不要戴黑色的。好，现在把它变出来，顺便教他怎么用。那个能自己把它拉出来吗？可以，你这样抠出来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抠，手指进去抠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会怕，不用怕，只找它去抠变出来，要不然你。跟刺青哪个痛？啊，这个比较看位，看位置啊。刺青你刺的位置可能不会痛，你就抠住之后这样就可以出来。痛吗？没有。抠会痛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有刺的那一下，刺的那一下两三秒会痛啊。哦，刚才也快十秒了。啊，没有，他因为他比较快，把它穿正一点，不然我等一下重穿一次哦，不就很衰。然后你要藏进去，你看抿嘴，你看它变比较高，然后你再把它推进去就，球往里面推。等一下，我上面摸你一下，你手指来压住球，抿嘴，它变比较高，然后推过去这个地方。然后放开，它直接滑上去，怎么样？它降下来，这样就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了。然后用出来就把它抠出来，就像你刚刚给它抠出来就可以了。他发觉你鼻孔很大，他鼻子大，鼻孔也大。你多高？184。184没市长不高吗？你裤子不会不好买吗？都太短。没有，我这边现在坐着。没锯不？锯，要不要水？水啊，要一点。来，旁边什么场景啊？哎，我也不要不要水。顺家回去吗？好的，有现实，有现实。来，感谢你的牺牲。啊，谢谢。全帮你拿下。真的腿软，腿软，坐一下。我等一下回去要来一颗糖果吗？我还控制一下而已。谢谢。
来，动物动物。谢谢。谢谢你。谢谢。这三个亿那么灵。谢谢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等一下说谢谢多少分？不太好。现在看不到，就算你藏进去的话，人家都看不到。因为我还在录呢。为什么感觉有点出来？出来这还好，你都卡在鼻孔这边，里面不舒服啊。如果你要让它手更上去，我就要把它撑更开，就越上去。可是越开越不好看。正常要好看的位置是人中以上，卡在鼻孔这地方会变鼻屎。企鹅，你看这卖企鹅哦，因为不是很痛，吃的那一下会感觉、啊。吃的马上好，谢谢。你吃进是哪边？手臂的。好、哦、那不会痛了，你仔细啊。手臂，我说手臂是最不会痛的，比刺青痛。你吃这这么边，你就很有感觉，吃大概小也很有感觉，很痛。你有朋友都做刺青的，他看到那边在刺客的时候，都吃大概小就行了。我刚刚想吃这里，这里超痛的。你就吃细皮嫩肉的地方都很痛啊。对啊。